胶囊印刷。这叫什么商业稳定的？做了现在做了手机。胶囊怎么跟印自己已经跟他们订过一台了。嗯。这第二台奇怪，这电池不够。这个不要拍，他把它撂了。那没事，那你让他拍一下。六个月车的。上了。这种小机器本身。几个了？那个传你的。实际上我们拆是怎么拆，换这个模具的是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把这个罩子上面四个螺丝一拆拆掉，然后把那个两个大螺丝一卸卸掉以后放。不行，力都用不出来。这个，这个是你把它取出的。哦，挨个全位的。那个拆，如果模具不拆，那全部出去。我拖一个三角路了，这个出事情了。你是个零零几的？方方平，你说你不是去人家那个？还给他拖一下啊，是的。这个盒子，你叠什么？应该是个 iPhone。这几个有，这几个没有。不太有，啊，不太有。那一枪不出去了。嗯。哎，多什么就可以。那是个西瓜。那反正这都是各种各种菜，那个多。
要有间隙啊。